好，我们再继续回到首都之夜，来看看力拼逆转胜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连胜文呢，晚上在凯道举办了造势晚会，包括马总统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，还有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都出席力挺，而总统夫人酷酷嫂周美青更是神秘嘉宾。就怕选民看不见，连胜文在车上猛力挥手，路边的、车里的、大楼里的，一个都不放过。选前一天，民众情绪沸腾，维安更加紧绷。警方出动13部警用摩托车，前后包夹，搜证指挥，力保候选人安全无虞。选战打了9个多月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天。对于我们的选情是越来越乐观，越来越有信心。我想各位如果陪同我们扫街拜票，大概可以感觉出来我们这种乐观的情势啊。对连胜文信心喊话，选前之夜全党上下大动员，选战一路打得艰难，走到最后阶段，连胜文团结全党声势，力求逆转胜。记者李学浩、黄元、SNG 小组采访报道。